Hello， 大家好，果仁欢迎大家继续收睇果仁电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监制果仁第87台。今集系你哋期待已久想我拍嘅题材啦。咁最近咧有啲观众就 PM 我啦 ，send 咗啲 channel 嘅链接俾我啦。咁一开嚟睇 ，Oh my god！ 原来咧仲有好多嘅中小学生嘅 YouTuber 我系未见过嘅，所以咧，我今集咧就忍唔住拍第二集。咁因為一集就真係冇乜可能拍得曬嘅，咁所以就話我根本喺呢個地球同全世界嘅中小學生 YouTuber 完全隔絕到邊緣嘅。跟住喺呢短短兩個月都識咗好多唔同種類 YouTuber， 多咗好多好多，所以就話係咯，出去睇多啲佢哋嘅 YouTube channel， 識多啲人啦，識下人啦，係啦。好啦，咁我都講咗咁耐，而家就即刻開始啦。第一個 Moki 402個訂閱，快啲大家訂閱佢啦！佢有402個訂閱嘅啫。好，咁我哋就揀一個嚟睇下啦。Moki 係冇錯。哇！咁咧就係畫畫都畫得幾靚嘅，我覺得幾好嘅，係咯。等下先。謝你好像叫什麼四葉草，為什麼叫四葉草？因為這個四次元操控者要集齊四個元素的晶片才可以前往下一個空間。原來如此，咁故事係自己作嘅，咁做得幾好啊！我覺得係我之前都睇過佢少少片啦，咁都自己作嗰啲故事都幾好嗰啲故事。係啦，咁都係畫，佢都係自己畫嘅，即係。超靚！我想講，我完全畫唔到。如果俾我畫咧，我係完全畫唔到。我可能畫個火柴人出嚟喺度。哇！究竟要畫幾多幅畫先可以畫到嘅？好，就係咁啦。咁大家記得訂閱佢 ，OK？ 係啦。咁如果你哋想自己睇嘅話，你哋就去呢度自己睇啦。下一個啊 ，Eva 唔使介紹啦，係嘛？係咯，之前我同佢拍過片嘅，睇翻呢度啦。大家唔使介紹啦，係嘛？哦，我哋照睇啦。嗱，佢多咗好多訂閱，同佢講230訂閱。Oh my god！ 之前123啫嘛，我記得係啦，冇錯啦，大家記得睇完呢條片啦。你睇完呢條片嘅話咧，唔止係訂閱我 ，OK？ 訂閱埋佢哋所有嘅 channel OK？ 好啦，咁我哋就揾個嗱，呢個咧係上次我同。Ray Ho 仲有阿 Dom 仲有阿 Even 同埋我一齊拍嗰個忍小打挑戰嘅找數嘅，大家一齊嚟睇下呢個，大家一齊嚟睇。Hello 大家好，我係 Even， 咁今日咧我哋就拍翻個找數片嘅。找數片啊，冇錯。咁咧又要食 wasabi 唱歌啊，跟住又要咩忌廉茶面，係啦，咁你自己大家一齊睇啦。我擺喺上面資訊卡 ，OK， 資訊卡喺度。之後下一個阿麗 HK 冇錯，咁我哋就係431個訂閱嘅，係啦。Q&A 我都未做過，好似做過一次定唔知兩次。咁我2500個訂閱就會再做，所以記得大家訂閱。我究竟講多幾多次訂閱啊？今集究竟好啦，而家即刻開始睇啦。到。嚟答翻呢個 Q&A 問題啦。咁第一條就係點解我會成為 YouTuber 啦？咁就係一開始因為 Moki 就搞 channel， 我就學佢啦，就係咁。咁第二條就係幾時會露樣啦？咁就1000訂閱啦，考慮一下啦。咁跟住就係、是我會唔會繼續反阿優？咁就係唔會嘅，因為對雙方都不好啦，係啦，咁你哋自己去睇啦嚇，係啦，你哋自己去睇啦。OK， 嗱呢個咧，呢個 channel 咧，我咧係覺得幾好嘅，不過咧就得150訂閱嘅啫，大家一齊嚟睇睇呢個冰塊，冇錯。唔係開場幾好嘅，其實
其實佢啱啱啲剪接都幾好嘅，開場過咗之後，係咯，剪接幾好嘅，我覺得。好啦，之後下一個阿六二零發現新大陸2020啊，冇錯。Oh my god， 加字幕，大家睇下，我都做唔到加字幕。Oh my god， 今日成条片加。好啦，到最后一个，亦都系我自己个人最中意嘅 channel 啊，冇错，就系索拉 OUO。咁我之前条片都介绍过佢啦，咁俾大家一齐睇下。有一条咧，我系觉得拍得几好嘅，几高质下嘅，系啦，俾大家睇下呢条。早晨，大家好，我是索拉，我不是 O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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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OUO， 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一集。第一集几时拍第二集啊，索拉？快点拍第二集啊，我想看第二集。然后大家有没有见到今集我们穿了什么呢？没错，我们有自己的衣服。我都要穿衣服，我都要穿衣服，我都要穿衣服。上一集没被衣服没穿吗？喂，你在我上面做什么啊？我都要穿自己的衣服。收声啊。至於點解我哋會有衫著咧？其實係因為上一集關於 Ravo Studio 嘅片反應係實在太好，所以明明就係撐佢紅，黐啲觀眾翻嚟啫嘛！唔好拆穿我啦！你窒乜嘢啫？咁大家自己睇下啦，我係拍得幾好嘅，冇錯，有字幕成條片，係咯，成條片都有字幕噶。咁我如果我可能都做唔到，冇錯，我自己都做唔到。好啦，咁而家大家去睇排名啦。咁我就排我头四名最中意嘅 YouTuber， 冇错。去排开始 ，Go！ 好啦，咁系啊，我唔知有咩讲啊。好啊，咁啦，呢集就拍住咁多先，唔系咁。好啦，咁今集就拍咁多先啦，最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撳埋旁邊嘅鐘仔，40個 like 我就拍第三集啦，冇錯，係啊，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